着每秒9公尺的超级台风级的狂风，巨人在排一排车前面，他们原来排的是汉堡，这个汉堡是环岛，在各个地方进行贩售的网红汉堡店。虽然是个网红汉堡店，但是价格看起来还好哎，一个汉堡130块。终于叫到我们41号。哎，对的，好，谢谢。终于拿到了巧克熊汉堡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展开试吃啦。哇，4:45开始去那个拿号码排队，然后呢5:43才拿到号码牌，排41号，表示4点多到这边就有41个人。现在是几点呢？现在时间是6:05。吃这个，它最好是值得这个味道，不然。好，看看巧克贝尔巧克力熊汉堡，今天点了哪三个呢？今天点的是经典牛肉汉堡，还有花生牛肉汉堡，还有今天的限定款泡菜牛肉汉堡，三个样子。哇，这就是花生牛，有花生在里面。这个就是泡菜猪肉堡，这就是经典起司牛肉了。哇，这个料太丰富了，这个是花生牛肉堡，跟一般的麦当劳汉堡还真的不一样。嗯，料还是不错的，看看味道如何。经过了仔细的咀嚼之后呢，我发现到这个为什么叫巧克熊巧克力熊啊，我想是因为汉堡里面它加了巧克力酱啊，所以呢吃起来你可以吃到很清晰的巧克力酱的口味啊，整个的味道我们只能说我大学有个同学叫陈建仁，高中的同学叫陈建志，可能要问这两个同学，陈建仁同学跟陈建志同学。啊，汉堡加巧克力酱，这样子的一个组合，我是真没吃过了。啊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如果要问我值不值得排2个小时，啊，2.5个小时去吃上这么一口呢？啊，我很肯定的跟你讲，请移步到最近的Burger King 或者是麦当劳。美而美都可以，应该是 OK 的。当然，如果刚好巡回到你家附近，并且没有看到人排队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试着尝一下味道。今天的试吃顺利结束啦！喜欢我们记得订阅我们悠悠来喽，下次再见。